在了大暴风，需要更多电力开支。我想抢一下，这样这闪现掉得很亏，确实往后走的。闪现得交耶，不交闪就得交进化，交进化要被打血。不着急，金克斯后面也厉害的，金克斯跟泽利一样，难点就是度过前期。把我灯笼抢了就抢了呗，死就死呗，问题不大啊、哦，小问题属于。没有自我恩怨，我的任务要求就是背着你。别吃这炮车 ，nice， very good， 非常好。正常来讲，这把得出狂风之力，但我金克斯狂风之力有点用的不习惯呀。把他伞打出来。这线也不够了。
上线随便刷，一本正经的人根本不懂打架的乐趣。嗯带这里带的技能都是看具体情况的，技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治疗进化虚弱，治疗进化虚弱，点火疾跑都是看具体情况带的。我有闪的，但是现在稍微推多一点，可以不推完。把线卡在我们自己塔前面，他们压力会比较大一点。呀，我都扭了，我都扭了，为什么还打到我了呀？没道理。啊！我大招伤害为什么没伤害呀？为什么我大招打他没伤害呢？这是 bug 吗？不是，我大招打他怎么不掉血呀？他变成蛋的那一瞬间没有掉血了，我看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走神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的，真走神了，真走神了，我的问题吧，我的，这波真我的问题，该交闪。很烦。我操，两个体皮，怎么两个体皮啊下来？皮鸟也提下来了。往中路靠一波吧，兄弟。就这波可以往中靠一下，因为可能是个很激情的团战，这个团战可能会有点激情。OK， 不用去了。没打惨，这波跟我没关系，我走了。留大招给他们支援峡谷，先分团就好了。
我点他枪，这才是最强搭配。对付我，不要继续惹小白，我的枪都是我的爱。这能飞吗？我不知道推能推的怎么办，感觉上着他都要没了，上着他。啊，上路在吃压力呀、啊。这东西吧，根本没人知道有什么意义。下路在吃压力，所以我不能让下路舒服，换来的是上路的难受。资源上的倾斜，所以我要加油了，对吧？我该 C 的，对吧？中下也是该带上路赢的，该 C。挺好玩的，这版本真加强了，肯定可以的，对吧？这英雄加强了，打后期就可以了呀。是他加强的主要的点，实际上是在那个升级攻速加的。想到可能会闪现开我的，但我没按出来。开挖掘机，我只能说我挖机没什么水平，我的挖挖机，秦爷挖挖机比较有水平，我的挖挖机少了点感觉。有点难受，不然 W 二都中的话，猪猪要没血的。该能杀。这让他跑了，让主厨的鸭子跑了。我操，这都能跑。
像中路线差了。操你奶奶个腿！干啥？这么多三个 TP。三个 TP 完爆，上路两个 TP 救了一下，中路六个 TP 又救了一下。重新加入行动，想我了吗？星之守护者出击。750，还差一波线的钱。主要大招没有炸到那个谁，炸到大招没炸到那个人，没让我继续起飞，那种就狂暴模式，也挺尴尬。我想我当时是想大招肯定能炸到那个残血的，残血不知道是谁，就想的是大招肯定能炸到那个残血的。闪现主要觉得就没想着交闪啊。没想到叫这个闪现，所以不如留着下波打。金克斯闪现还挺重要的。团团都打赢了，龙也拿到了，把他们杀了也就锦上添花。我才是小弟弟。
蛮荒太肥都是推他的。蛮荒不就蛮荒难道不就是推他的吗？OK， 闪现还是没掉，那我下波还能操作。想天王盖地虎呀，还好确实 Q 到了，加上我走位有点靠后。哎呦好爽呀，玩的巨爽。